大家好，我是刘湘慈。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即将来临了，你打算送什么礼物给你伟大辛苦的父亲呢？大声的跟爸爸说我爱你哦，父亲节快乐 ，Love you。记得每周日晚上10点一定要跟你的父亲一起看阿布拉的三个女人哦。在这边呢，祝所有天下最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。